在上一次，我们是对于药师如来转邪归正愿，也就是第九大愿，有略略的这个读过一遍，但是在经文还没有解释。那今天我们就要来一一的对于这个如来的愿有一个深度的了解。我们总是会有自己好多的以为，好多的希望，但真正要想付诸行动，度化众生，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光要把自己修圆满，在自己很多的缺点上面把它扭转，从不正确的变成正确，从一些邪知邪见，愿意真的改变。而去重新读世界，那也要经过一番自我内心的抗争、矫正。更何况，愿意花所有一切的身心去帮助众生。那个没有菩萨的菩提心，没有发愿，是做不到的。所以，任何的一尊如来、成佛的这些这个诸佛如来都是这样发大心，无我，看到众生跟我是一致，所以这样从零开始一路走下去。那这个药师如来的第九大愿，最主要讲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行为状态，以及我们整个人的中心思想如何的纠正过来。所以他的第九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的时候，我自己是不是已经远离了我自己的那些邪魔？一定是的。所以他得菩提时，令诸有情出魔眷往，希望自己有那样子的能力来帮助有情的众生，他们能够摆脱这种魔的干预、控制。这里面这个魔的眷往我们上次有简单消文嘛？真正我们自己看自己其实这种魔我们说我被外界的某某人所控制了。可能是人的因素，可能是环境的因素，所以被实质的控制，这种是一种魔。另外一种魔呢，是自己的知见局限在这样的想法，所以限制了自己，所以是属于自障碍，这种是不是也是魔？那第三重的魔，可能我们区区的一个平凡百姓也不大会碰到。这个部分的魔是你要发大心你要行大愿，所以你在解之后的行，你要真的菩萨行，要度化众生，解而要进入行，在行里面的一切障碍。那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种障碍，那么是不是就是众生恼害，也自己佛道上面无法前进？这种也可以称之为魔。这里面其实从第一重实质的被控制，人的控制、环境的控制，一直到第二重自我知见没有能耐打开修正自己的自障碍的这种魔，到第三重，可能智慧不足、能力不够、环境不具足，很多很多要冲破的瓶颈，就是要突破的这种魔，统合起来，就是我们修行上常见的状态。这里面他说，卸脱一切外道的缠缚，讲的是不是实质上被某一种人或是某一种环境
给束缚了。那这里面呢，药师如来希望他能够有这个能力，也能够实质的接触到这样的众生，帮助他来远离这种无形或是有形的控制。那这里面如果这些众生呢，若堕种种恶见愁林，是不是刚刚讲的自我之见？如果有的众生被自己的这种想法，各种不同的邪知邪见交织成浓密的森林啊，这个恶见愁林，自己把自己捆绑住了。那这个时候，药师如来希望自己也有这个能力摄受对方，让他能够从这个地方转念转出来，引导他皆当引摄至于正见，用方便善巧及自己的修行德恨功德力，有这种威神之力，引导他们摄持他们护卫他们，使令安于正见当中。其实这个要经过很长期的这个众生的自我修正以及他的信心。很多时候你明明知道这是错，别人说着说着说着，你明明知道是错，可是你不想，你不想去抗争，你也不想再用正确的思想去成为你的行为指导，于是你就会松垮了，纵容自己，附和着所谓啊，可以了，可以了，好了，好了，宰力了，庆彩了，这样去行为之啊，这个时候自己心中就会有打架的情形。这明明我也知道不可以，但又如何呢？其实这个就是信心不足，这个勇气不够。你要在这个所有的邪见里面，把自己的正见不动。然后不被摆动，需要很大的勇气啊。所以这里面最难的部分在哪里？我们可能被控制，某一个人的控制，那有一些是自己思想里面的东西，那行菩萨道还不谈。其实这两个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容易突破？很难讲哈，正见比较容易突破。如果你有正知正见，今天纵使有这种外道的缠缚，你的内心会主导着你身口意的行为，你慢慢就不会恐惧而受其胁迫。所以只要正知见建立起来之后，你终将可以脱离这样的这个魔的干扰。见令修习诸菩萨行，药师如来他说，当他成佛得菩提时，要慢慢的让众生对于诸行法，也就是菩萨道的行法解之后能行，慢慢的去实践它，反复实践，速速熏修，他自己也能够成佛，而不是我成佛而已。我们常常在读佛经的时候，读一读诸佛的愿，好慈悲，好伟大。你好伟大，我是一颗小沙子。你伟大你的，我小我的。你的度化众生的悲愿，行行你的，我刚好被你度，我很开心。但是要我去度化众生，这种微脆的信心啊，自己的这种勇猛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诸佛事实上他们的愿都希望众生啊，看看你自己吧，看看你自己，你好好的修习，最后你能够成佛。重点不是我已成佛，重点是我要让你知道你能成佛，而且你愿意成佛，你愿意修行。所以诸佛菩萨的慈悲，所谓的救度，不是让你暂时的
解除了这样的烦忧，这样的瓶颈困境，而是你安然的走向你自己的康庄大道。所以这里面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希望能够帮助众生呢快速的走向自己这个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道。那这里面我们先了解啊，刚刚谈到这一愿讲的就是邪跟正，从如何邪转为正。这里面呢、啊、我们修行里面最难处理的是自己的知见，这是第一关，第一个关卡就是你要知见调正确。你所谓的悭贪啊、邪知邪见啊、断灭啊、或是波无因果的这些，都要矫正，都一定要矫正。矫正完之后，那么你就开始有了正确的想法，正确的想法就会引发你正确的行为，说正确的话，所有的思想也就会导入比较正规当中。那我们在修行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比较迷糊的地方，很难辨证什么叫正，什么叫邪。那我们的佛法来自哪里？来自三宝，因为佛法僧，佛说法给所有的众生听，这个内容叫法。真正愿意进来修行而真正完全的想要修的叫僧，世尊已不在。所以佛法的弘扬借由所谓菩萨僧，他才有弘扬佛法的热情与坚持嘛。那大众呢，在弘扬佛法总是叫做介绍佛法，因为它不代表三宝，它只是有佛在心中，有法可以研讨。所以我们在看修行的时候啊，都会以身来作为一个行为模范。那我们对于三宝所呈现在经论里面常常讲的，哇，修行到某个程度不会听正地，然后他有一些神通，是不是会有好多好多的奇想，想象空间，也借由认为啊，这些人有修行啊，他有神通啊，就会产生无限的想象空间，他可能修行很好。其实这是非常危险。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魔啊，就是在你无法辨证，不了解佛所说真正的佛法是什么。真正的佛法是你如何看到自己的知见转过来，你好好修行自己，而不是眼睛在看别人。如果你眼睛在看别人，他有神通就会变成你憧憬的对象啊，他有什么样的说法的能力，你以为他可以等同佛，不用这样，知道吗？不要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你常常会落入一些陷阱当中，你可能依人而不知道要依法，可能是被人所影响着，这个里面就是外道嘛，对不对？那我们简单的介绍有一个故事，说哈，当时啊有一个比丘啊，僧团一定有僧团的戒律啊，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是杀头的重罪啊？前面有介绍过戒嘛。所以有一个比丘他被病，因为他做了不该做的重罪。那僧团就把他就是莫病，就是排除在外。于是他就非常的懊恼悲叹，涕泣而行，逐出僧团，情绪很不好啊，很懊悔啊。所以他就伤心的走，他走到路上的时候都碰到一个鬼，啊，这个鬼他也是犯法的，因为鬼啊，当然呢，他有福报没福报，那还有一些所谓制度啦。那这个鬼啊，他也犯了法，
他是毗沙门天王所管辖的。于是他犯了，其实鬼就是人活着之后另外的一种不以色执身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意识的身体。所以他也被病，因为他也犯了，里面一样啦，他有法，他还犯了错。所以啊，毗沙门天王这个制度之下把他摒除在外，要不然就是要关啦，一样啦。那这个鬼啊，看到这个比丘在哭，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啊？你为什么边走边哭？这个比丘回答，犯生事，众生所病，一切坛乐供养失尽，又恶名声流不远近，是故愁叹涕泣耳。我就犯了大条啊，大条的罪，被僧团呢逐出门外，所以啊，以后也没有这种坛乐，就是护持者他们的供养，就是要托钵啊等等的这些，所以恶名声啊是流不远近啊，附近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干了一条坏大的坏事啊，做了不好，所以他自己啊很是愁叹呐，就在哭。他这个鬼就想到，我也被病啊，你也被病啊，我邪对邪，讲个真和。他就想说，哎，我帮助你，我帮助你啊，让你的这个恶名声哦灭除，得到大供养，如何？但是啊，有个条件呢，说明白啊，你如果哈有收到任何人的供养，你都要先给我条件交换。你说这邪不邪？这被病了还不知死活。他说哈，我帮助你，你一定可以得到大供养。来来来来来，你站在我左边的肩上。哎，鬼还是有一些神通嘛，也不会嘛，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在路上走的鬼？没有啦，我们看那个电视就是会跳的鬼跟会飞的鬼，对不对？这个鬼就跟他说，好，你站在我左边的肩上，然后齁，我就把你顶着，我顶着你齁，我在虚空中就这样走来走去。大众啊，一般你们是凡夫嘛，你们凡夫啦就可以看到你啊，不会看到我。凡夫只有肉眼嘛。那这样他们之后齁就会对你另眼相看。记得记得，你有收到任何供养都先给我。他这个比丘想一想，诶，他不错了，所以你看知见有没有问题？难怪被病，错了还不知悔改哦，走这种小道。所以这个比丘，诶，好好好，这个叫诶狼狈为奸，这个鬼哦就一直架着这个比丘哦，这个鬼哦，他就选择在这个比丘被病的这个寺院的城镇里面哦，在上面呢走来走去，飞来飞去，走来走去哦。那这个聚落里面的人看到这个比丘，原来啊他修行好到这个程度，你看他都可以在空中自由自在的来去，脚踏虚空啊。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是得道的高僧啊。啊，怎么大家传说他行为多么不堪，于是呢就去那个寺里替这个被病的比丘替他理论。他就去跟那个寺里讲说，众生无状，妄病得道人，你们这些出家人呢真是嫉妒人家，是不是？人家修行好到这个程度，可以在天空中飞啊，啊你们啊还把人家这个摒除在外，驱除出境。然后这个大众啊想一想，诶，是不是我们看错了，是不是我们看错了。于是呢这些一般聚落里面的人啊就拿着大供养，然后把这个比丘，你回去不用怕，你既然修行这么好，你得到我们以后一定会供养你啊，你就好好回去住。就把这个比丘啊硬是在用大众的力量硬是把他送回到寺里。
僧团有僧团的戒律，他本身该怎么样怎么样，明明白白的，这戒律写得很清楚啊。那这个比丘就哇得到了大供养，于是这附近的啊、附近的人啊，就一天到晚就会来请问问题啊，这就变成个鬼通嘛，对不对？请问问题啊，得到很多供养。这个比丘呢，又遵守他们当时的承诺，有好东西，哎，先供养这个鬼，然后这个鬼呢，常常呢，必要的时候就顶着这个比丘在路上，在这个空中走。啊，有一天呢、啊，这个鬼啊，又把这个比丘顶在左肩上，走的时候，啊，那一天呢，就碰到毗沙门天王要捉拿这些犯罪鬼的那个官差啊。那个官差啊，出来要抓鬼就对了，抓这些小鬼。哇，这个鬼啊，刚好飞到一半，看到这个官差啊，吓一跳，因为当时他犯罪嘛，啊，当时这个官差都知道要点名就对了，啊，看了吓一跳，哇，紧酸啊，就把这个比丘啊，紧给背掉，这样不知道走得紧就对了。于是呢，他就直气这个比丘啊，这个背掉哦，赶紧赶快跑啊，绝力而走。啊，这个比丘啊，他高空上面，哎，坠地而死啊，身手碎烂，于是就摔死了。他、啊、摔死了，这个故事表达什么？二见丛林众生啊。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是，什么叫非，什么在该护持，什么应该要修行。然后修行人呢，就像这个二比丘，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得恨，没有好好真正的修行，到终究啊，靠的这些小伎俩，这些邪魔歪道的辅佐，终将是不可能成就的，惹祸上身。所以这个故事是杂譬喻经里面有的。我们托付着某一种豪势啊，托付着某一种有权有势的状态，其实一旦因果总会呈现嘛，一旦这些环境啊条件因素不在的时候，最后一败涂地啊，要不然就是作奸犯科去了啊，最后还会锒铛入狱。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举例给同学听啊，所谓的外道缠缚，这个外道有好多好多，在佛当时他有参96种学派，当时世尊在印度哈、啊，他开始想要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理。他出这个宫门嘛，出东南西北四门，就看到老病死跟沙门，所以他心中就想要真正解决生命的难题，他的烦恼，于是他也修行去了夜出皇宫。夜出皇宫，他也是去找这些所谓正在修行的人去参访去学习。有96种外道，但最后世尊在修行的时候，他最后证悟了。证悟之后，他有说，其实有两种外道，他的思想跟他真正修为跟佛道是一样的，可是他的所使用的办法是不大一样，所以你走的方向，你走的路线不同，这样子而已。那我们先来了解魔，说这个魔啊。旁边的这名相有解释，所谓的魔就是夺取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会妨碍善事的恶鬼神。简单说是这样啦，就是会妨碍你就对了。那这个夺取生命跟慧命啦，是生命跟慧命这样的魔。瑜伽师地论里面列举有四种魔，第一种叫五蕴，也就五阴魔。
五阴魔，因为我们人都是有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识是人存活的五个要素。你看到物质，自己也是物质，物质嘛，就会有感受，于是就会有你的思维，自由意志会有一些想法，采取行动，以自己所认知的这个为基础，最后落入了意识形态。所以像这些啊，五蕴升起的种种苦恼，会夺命的因缘，称为五阴魔，又叫五蕴魔，又作阴魔、蕴魔、五众魔、阴界入魔。这个是所谓五阴魔。这个五阴魔是第一种。同学有没有有的人觉得自己五蕴炽盛？曾经啊，有一些同学学生啊，有些人是心中很宁静的，他很安静，他也不会很多的想法，然后比较思想上面比较宁静。有的人是很多很多想法的，看到什么就好多的感受，我觉得，我想要，我认为，就很多很多的这种。一件什么事情，他的内心波荡很重。有一个七十几岁的老菩萨，他修行三十几年啊，近期一生啊，都在降服这个五阴魔，好是努力。但后来啊，他很惭愧忏悔，他说啊，我修行这么多年，什么戒我都去受了，这个五戒不好持啊。他说啊，我这一辈子啊，就是五蕴炽盛，我就是内心里一天到晚在感觉，一天到晚在觉受，这个怎么办呢？后来啊，他透过很多这经论里面的指导，才降服了他的五蕴，能够把事情单纯的看，能够把物质界单纯的去接触，这里面呢，就有一些是你愿意剪掉你的葛藤。有的人呢，堪堪拖拖太多了，他就会懂得去修剪它，不要让内心不断的在那边纠葛盘旋，然后放不掉。第二种魔呢，能招感重生至死之烦恼，称为烦恼魔。有的人呢，在环境里面一有一点什么感受之后，就产生烦恼。刚刚讲的五蕴炽盛，它是色受想行识，它会一贯。有的人是你有感受，其实都锁住在自己的现况，从自己的身中会生出百八烦恼，生到死，众生的心神呢，就在这里面，为了一点点小小的、小小的，就是会产生烦恼相。这个烦恼还不是只有外界的，还有一些是自己内心啊、身体的啦等等的，这些都会，这些是不能够成就菩提的。有的人烦恼心很重啊。五阴魔的话，就是这个人对所有的一切太过敏感，都一天到晚要着重自己的感受、想法，想法又多。那如果烦恼魔重的人，其实他就是太阴，太阴跟三个都拿来烦恼就对了。再来就是死，本身称为死魔。众生对这个四大其实是非常非常在意的。那四大分散啊，腰上陨没，就是会死亡嘛，不见了，所以让这个修行人无法持续修行。所以死会不会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会哈，一般人会。那学佛学这么久了，同学会烦恼自己的死，还是会烦恼别人的死？烦恼自己的死，哎、啊，你无惊啊款，有某拢烦恼翁的死，烦恼囝无得嘞。好，那老婆她没有办法忍受丈夫不见了，她会担忧孩子不见了。这个是她健康的时候，她担忧是别人的死，她有次第的。当有一天你老了，当你病的时候，你担忧的是自己的死。
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讲，无啦，我拢无咧在乎我的生死，迄个人因为伊健康，伊健康是，迄世界距离遥远，所以拢烦恼身边的人不见了。直到他自己生病的时候，身边的人变成次重点，自己才是主重点。所以这个每个人的言辞里面就表态着他的重要的位置。第四种魔，障碍解脱生死者，称为天子魔，又作天魔。我们常讲天魔波旬，他的名字叫波旬。那这个天魔呢，是指欲界第六天的魔王，他会考核修行人。那修行人如果要成就的时候，他也会嫉妒来障碍他。所以能害人善事，正极贤圣法。哦，如果你要出离了，那你要得证菩提了，这个天魔都会紧张。因为天魔啊，他认为在欲界第六天，他认为这些人哦都是他的属民，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得到了，有一个人得证菩提，那众生呢就会听得到真理，听得到真理佛法的道理，有智慧之后，就不会再归顺于这个魔，他掌管的。于是呢，所以他要尽量扰乱这个修行人，让他不能够成就出世善根，不能得证菩提，这样他的魔兵魔将大家才会听他的。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天魔。那这个魔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还没有修行这么好，所以这个天魔暂时不会碰到我们。不是看到世尊的成道图吗？成道图里面世尊他在最后的禅修的过程，是不是有变现成这美女啊来诱惑嘛？还有呢，就好多箭啊，射向世尊，可是他如如不动，没有恐惧颠倒梦想，最后这个箭啊就变莲花，就坠地啊，或是莲花洒在身上啊，这些美女呢一点也不能够起作用，这就是修行的定的功夫。那话说在经论里面有讲啊，我们刚刚讲的五阴魔、烦恼魔跟死魔是属内魔，就是完全发生在我们个人的。那外魔就是指天魔，就是从外而来的，这个是外魔、天魔。那修行人啊，要如何避开，要出这个魔的控制，这个经论里面他是有把它讲出来办法。他说啊，我们如果彻观诸法如幻之相，所有一切啊，我们是五阴魔，是不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你看到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哎，马上有了感受，有了想法。你要知道，所有的色法都是因缘和合，无生灭，都是生灭法，记得哈，色法都是生灭法，所以它是不是如幻？所以当你看所有的色即是空，所有一切如幻，就能破除五阴魔。五阴魔就是你对色法要先不要执着，跟自己先结构。那我们色法不可灭嘛，常也知道色法不可灭，物质的存在你不可能将它不存在。所以如果我们色法观它空幻的道理没有办法理解，那么就清净受，从受法上面去修。受法清净受，不要马上把所有一切就跟自己连结起来，这样能够破五阴魔，这个办法要记得。那烦恼魔呢，了见诸法皆空之相，能破除烦恼魔。我们今天的烦恼是不是就是一法色受想行识，这是五阴嘛。那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结构六根对六尘结构出来，是不是就是你的意？其实意也是从受开始啦，它两个有关系。所以像这种法，你所有结构出来的东西，你要知道啊，这个毕竟是空的。哪一个想法在你的心中留存到现在？哪一个所有的你以为的道理不变，
其实那都是体会的刹那刹那，它毕竟是空的，是执着，是执取。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诸法皆空，这样子我们就能破除我们的烦恼魔。那死魔呢？死魔不好破啊，众生很爱自己的身体啊，非常的执迷于自己身体上的觉受跟这个拥有的存在。那要真的破除死魔，了见诸法不生不灭之理，也就是你不是把它看成空，也不是把它看成有，而它是一个无生灭的。真正精神的状态是无生灭的，物质的状态的背后真实的道理是无生灭的。虽然物质界看起来是生灭相，对不对？那我们要测见死魔要破，你不悟开是不可能破死魔的。如果说你今天在烦恼里面，你在你的生活面，你有任何的情感，有情众生，有情众生是不是用情来做一个串联的啊？串联的一种东西嘛，情感。如果你有情感在，一定会怕失去啊。怕失去就是死魔的意思嘛，所以你一定得破你这种友情的眷恋，这种的话你一定得好好的修行，能够了解诸法是空啊，然后生灭生灭当中真正是无生灭的，它是因缘结构有，因缘解散就无。但你真正修行呢，我们有了别的功能，生生世世轮回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其实也是 生灭生灭的身体啊。那真正你的法身慧命是不是证得无生灭？所以你会证得无生灭，你不用害怕你自己这个每一次的生灭，你不要害怕你这个关系法的这种结构的散落啊，消失啊。有的人父母还在，有的人父母不在。我请问过那种父母不在的阿嬷，请问过父母不在的阿嬷，她70岁的时候，她妈妈90几岁，于是她妈妈往生的时候，她哭得好伤心，好伤心啊！我们就请问她说：“你已经是别人的阿嬷了，今天你妈妈距离你离开她已经50多年了，因为你10几20岁是不是？”就嫁人了，你为什么70几岁了，你妈妈往生的时候你还哭得这么伤心？他回答的很直接，他说：“我70几岁了，可是我的心中我是有娘的。今天我70几岁了，我妈妈死了，我就孤儿了。你死魔要过得了关，你一定得两头切。第一，己所从出。”第二，从己所出。这个两头切不是不认识你们啊，同学这样讲哈，你仔细听，并不是不认识，从己所出就是儿女，也不再肯定己所从出父母，因为你必须去知道，所有生命它都是个别单一。它是独立完整的，你必须对于从己所出去尊重它的完整性。你可以把所有的回向跟祝福给他，把所有的回向跟祝福给他，但不再玄系他，不再悬念他，这样你的死魔，你的死的这种当下，你才会没有挂碍。己所从出就是父母，如果你的死来得比父母早的话，如果你的死来得比父母早，你一定要惭愧忏悔，惭愧忏悔还是带给他伤怀。另外呢，你必须完整的感恩，完整的感恩，去感恩到 生命的所有一切万物皆为我的母。
你把这个母的单一性扩大到遍一切，父母身色身啊，三宝长养法身啊，色身之所以有，是因为没有证得法身，对不对？所以你才一直有轮回之身嘛。所以要感恩父母生下我们这个色身，其实这来自于自己的因缘果报，所以要感恩他生出来之后，你借由修行佛法三宝这些长养法身，所以要用法身来换色身，这样你才能够谢恩。你要用我要修行清净的法身来谢我过去所有的父母恩，这样你死魔两头才能够平静，才能跨得过去。人之所以生死事大呀，都是败在这里，败在情。可是我们是有情众生，他不可能变石头啊，变树木。你假装无情，依然有情啊。所以你要如何让这个情净化，让那个情把这个所有的解读收回来，去知道这是人的状态的新意识。这介绍到死魔。那天魔呢，灭除骄慢之心，能破除天魔，这是在经论里教导我们的。因为有骄慢心啊，有骄慢心，魔就容易有机会来诱惑你，来干扰你。所以如果能够破除骄慢之心啊，就不会感召天魔。修行里面，如果你自以为有某种境界，很快就魔考了。其实很多人啊，无中生有，心中很不稳定。这里面啊，它就是太多的五阴魔配合烦恼魔，配合死魔，心中啊内魔啊，就心魔啦，总合起来的心魔，让他毫不自在，就是一丝毫就都不自在。那这里跟同学介绍，修行必定得经过这四魔。我们读历代祖师大德，开悟者的大德，他在处理烦恼魔是每一个现况，心锁，每个人是不是有心锁？所以他的烦恼魔一定花了时间去处理的，他一定处理他的五阴魔，所以他必须有禅定的功夫。这所有的大德都这样，所有的大德皆经过古代历代高僧大德，皆经过死魔的考核。这个死魔他能够没有恐怖颠倒妄想，色身死，法身生，经过这个死魔的考核之后，所有的过去的业障才脱落。因为业报生，转业报生为报生，必须经过死魔，所以病是契机啊。如果你在病上面就倒了，那还是输给四大嘛。四大不能空，你怎么可能证得清净的佛性？所以必定会有经过死魔的考核。像我们读好多大德的历代高僧大德，都曾经有一段病得很严重，几乎死亡。那他这上面如如不动，丝毫不产生恐惧心，好好的修行，最后呢，法身生悟开之后，身体就重新不一样的结构，因为那是果报啊，所以业障
就是疾病达到死亡这一块。以我们凡夫来讲，是因为我们生老病死，这是我们的末段。如果你把修行放到你的生命里面了，你把修行已经开始修行了，还没有走到这末段之前，当然你的烦恼魔五阴魔一定要处理。等到要走到生老病，这个病还不一定死，病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修你的死魔了，你就要开始修你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法身，真正到生成住坏空的空相，这个死魔面临的时候，你也刚好转为清净法身，得证菩提。如果有愿力，还可以有机会再使用这个色身，那么就会倒驾慈航，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这样来的。